Hello， 大家好，我是客代表。大家日常生活中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些相当尴尬的场面？那些社死瞬间，甚至让人想要逃离地球，搬到一个无人居住的星球。而在主播圈中，也有着很多让人爆笑的翻车名场面。有男主播在直播时，母亲突然闯入，对其进行爱的教育；也有女主播正在卖萌跳舞，自己的父亲却意外闯入房间，用让人窒息的眼神注视着她。更是有父亲明明在播报新闻，自己可爱的小女儿却突然入镜，画面尴尬而充满温馨。所以今天就让客代表带大家一起来看看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直播翻车名场面吧。直播翻车一次由来已久，只要视频的开头一出现这个名词，就极为容易的让视频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但其实最早的直播翻车视频是出自于游戏主播的领域，日常形容主播打游戏时，上一秒还要信誓旦旦的要 carry 全场，下一秒却被单杀千万于观众面前。所组建的上分车队不仅没有成功上打分，反而反向俯冲，疯狂连败。后来这个词被广泛传播以后，更多的是用来形容实况主在直播时出现意外，而导致出现一些喜闻乐见的节目效果。而一位俄罗斯妹子就在直播时出现了意外，而被大众所记住。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视频。可以看到的是，这是一位外国小姐姐，看起来正是在自己家中进行直播，穿着如此甜美可爱的衣服，一头漂亮的金发，恍惚间甚至让人以为这是从二次元里走出来的美少女。而她也正是一名在 Twitch 上进行直播的实况主，日常直播内容就是一些二次元类型的舞蹈表演和聊天。而视频中的这一天，她和以往一样在家中直播，此刻她正鸭子坐在床上配合着音乐卖萌。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几秒钟之后，居然有一位仅穿内裤的健壮男子打开了她的房门，这就不禁让人浮想翩翩了呀。而这个视频很快便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在各大视频网站上引起热议，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下了很多让人不禁发笑的神评论。有人自动地脑补了一下男子进入房间后的心理活动，变成了：“儿子，你怎么……”